演出电影《我的少女时代》，欧阳非凡一脚爆红的 Dino 李玉玺，暌违两年即将发行全新创作专辑。他16号在台北西门町举办预购见面会，更抱病演唱首播主打歌《玩具熊》，只是现场状况连连，不止音响出了问题，就连整首歌都变慢了，也凸显出李玉玺真的是唱现场。找我朋友。这首《玩具熊》是李玉玺在整理房间时发现小时候的玩具，因而发想出来的创作。唱片公司还特地找来 MV 中的超大只熊熊公仔 Mr. Lucy， 只是万万没想到他的人气居然比 Dino 还要高。有点不想，有点不想让他出席，他应该自己也不太想，他也蛮热的。所以接下来真的每场都会带着他跑吗？希望可以啦，但也怕就是他抢走我的目光，所以有时候还是自己出现就好了。所以你有发现粉丝都只拍熊不拍你吗？真的，前几场的时候都是这样子，就是他也会挡我镜头，然后不让我被拍到这样子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就是偶尔出现就好了。